对对对，我数到三哈，准备好了鞠躬，鞠躬的角度就表示你的诚意。来，三二一，请鞠躬，谢谢。太快了，刚才给嘛？预备，请鞠躬，三二一，谢谢。来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福利。哎，普通的第一个福利就要拍手。时候还可以签。
谁谁回答我？谁？有吧？在我的外形是比较清新阳光的，然后我有特别为了这一面部的拍摄，拍到50度。哦。是那种侧漏，然后薄纱的碰水衣，所以那个是在我的尺度上是很拍摄。是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只要有人跟你眼神对到，你可能很容易就会笑场。我会害羞。真的？那你现在跟那个谁，优吗？对看三秒，对看三秒，一、二、三，预备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有人笑，果然，好了，这个回答我给过。那接下来我要问你几个，因为跟上一个上一半场一样，因为是圣诞节。就是想要交换礼物，你们都会想要交换礼物的时候，如果今天假设要给对方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会选谁？那就让两位还没有回答到你哦，好不好？谁先？我先。好啊。李燕。比较偏向请，就是朋友吃饭。嗯。吃饭。比礼物实际，我觉得。真的是这样。然后脾气。真的是啊。因为我是土象。你是摩羯，我也是摩羯姐姐哈。16，我12月25。明年在美食街或餐厅看到里面的那个人形立牌，实际还蛮不错的。那比特呢？我觉得啊，就是每个女郎的身材都已经很好了，是，所以呢，只要再添加一点点香水味，可以更加分。那我就觉得在红会广场一楼就有很多香水可以选择，你们都可以拿一款去送给喜欢的女人了。真的耶，哎，这样可以。香水我觉得真的很重要，因为香水有时候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气质，也可以让这个气氛变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六位的回答，我们用掌声给不给过？刚刚是谁说你很怕啊？朱迪吗？他说他很怕那个眼睛对到。那接下来，嘿嘿，你自己挖那个陷阱啊，我就来考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考。独自拍照都很厉害啊，我们来考这个两两一组，到这边来展现一下性感魅力，给你们福利好不好？好。我来分组好了，我来分哦，点名点一下啊，我就先比特跟语言好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先，你们先，我们先来，摆性感的 pose 好不好？给大家5秒钟，好好截取他们两两。可以摆出你们，随便摆出你们最喜欢的姿势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们动态摄影需要两个，来动态，来看前面动态，走。那我。
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，你们想先看哪一组啊？四双，不是四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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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时间交给旅客，你们要什么？我们要 JPEG 写真框里六本，举起来，一本、两本、三本、四本，很快，多少？4.84。哇，拖鞋子真的是比较好，掌声恭喜！然后接下来最后一组喽，来，梦梦。先说，再次谢谢。